首先要把东西做好，做好的最标准就是你能无限的接近传统的东西。我叫毛东杰，现在做陶艺纯粹的是个人爱好。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流传至今肯定是很完美。就发现很多千变万化的东西，一个泥巴在手里不停地变换形状，变换出造型，变换出自己想要的器皿来，就慢慢地爱上这个陶艺了。之前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古建筑修复，回来的时候是在2014年，开始正式的改行做这个陶艺制作。当时改行的时候压力很大，失败最多的应该是修坯，拉坯其实很简单，在景德镇他们流传的就是3分拉坯7分修坯。修坯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吧，那需要掌握坯的厚度、坯形的形状，是有很多其实拉完是不规则的，然后把它修成一个正圆的形状。刚开始的时候修漏了底儿的，一刀中了之后修飞了的，整个就飞掉。原来觉得这东西很简单，上手就会。后来出去拜师，去到那边学习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事儿确实挺难的，这太枯燥了。当时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每天揉泥巴，然后揉泥巴磨刀，天天磨啊磨啊磨，磨性子的感觉。渐渐的开始从老师学技艺的时候开始喜欢这个行业了。刚开始做壶的时候当时非常激动，做出第一把壶来之后就开始喝茶了，其实也不是为了喝茶，就是为了用自己那把壶。瓷器是我们中国的国粹，能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，能走出去就挺好。越来越少，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好。